围巾不错哎。那是，还是女孩的呢，看是好看，但是你不觉得不透气吗？哎，你懂什么？这个是我的幸运色，天秤座的幸运色是红色，这也红红红的。那白羊座幸运色是啥？你呀，没有幸运色，为什么没有幸运色？因为所有的颜色都是你的幸运色。哇塞，今天你好暖呐、啊！更暖的还在后面呢，我还给你准备了十二星座幸运色解压球。哇，听声音都嘎嘣脆，一定很好玩。解压时间已到，大家排排坐好。小可爱们，知道架子姐姐的白羊座是什么星座吗？当然是充满希望的绿色，大方美丽的天秤座本座，当然是红红火火的红色。把手机调最大声，我们要开始捏爆它。真的是外酥里软，太好听了。他的幸运色好可爱啊，是橘色，追求完美。处女座幸运色是水蓝色，用水浸湿会更好玩哦。让我们来个鸳鸯浴，爱的茉莉转圈圈，转圈圈。换上我的处女座狐狸，好解压哟、哦，爆头。太解压了，保守的金牛座，它的颜色居然是浪漫的紫色。爱记仇的天蝎座，颜色居然是粉色少女心哦。他的幸运色是我最爱的蓝色，给你配上星火兔泰尼，太仙气太梦幻了吧！用刀来切它，声音会更解压。崇尚自由的射手宝宝，你们的幸运颜色是海水蓝，嘿，榴莲爆你！它的幸运色是桃红色，温柔顾家的巨蟹座，它的幸运色是黄色。我们试试用压榨机来解压，会不会更好玩？水瓶座的幸运色呢是咖啡色，那你们知道它具有什么特点吗？双鱼座的幸运色是蓝色。